古意盎然的闽式建筑是当时唯一的茶工厂。复兴茶厂鼎盛时期，每天可生产两三千斤之多，但随着台湾农业没落，最终只能吹熄灯号。2006年，政府整修后，名为复兴茶叶文化馆，游客除能欣赏百年历史建筑特色，也将传统文化汇入创新的思维，包括深度的导览体验，在布满岁月刻痕的老旧机具上，感受当年风光一时的制茶文化，并品尝与了解峨眉乡特有的东方美人茶。未来也将有茶染工艺、茶席展演等活动，希望翻转老空间，使其再活化。